翠鸟吧，怎么把我们放在这里？晒干有点残忍。这边还不错，这也是我喜欢钓点之一。现在早上七点，再小钓一下而已，就要回去喽。OK。我想要找个路下去，这一颗。很轻呢，乱丢都是垃圾。来用行李耶，在那里，我有行李呀。大条的行李，再来，回来，超大条的，是中通杆，很久没有用这一把了 ，OK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没中的话就跑了。不要鲤啊，我要金鲤的。
重鲤鱼。大妹，很肥啊，超大的肚子。回家回家。
专业。啊，我是伍白啊，现在在这个汉溪这边，有机会在这边搞搞吧。这边有锦鲤，刚刚锦鲤有咬一口，可是它咬了之后没有打到，很可惜。然后一条大条的鲤鱼也脱钩。好了，下次再来挑战看看吧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